的秘密，跟我们一起去打扫公庙。欢迎来到我们午餐的约会，今天是第85集哦。哇，这么快！咻，一礼拜又过去啊，公主。记得哈，我们上个礼拜啊，吼，咱公主民主就多啊，我邀请到咱锦湖宫的主委哈，来家跟咱吼，同时跟一起跟大家吼进行午餐的约会。是，公主你知哦，咱锦湖宫建根吼，真的现在顶杠有名声，啊，咱通下杠嘛就出名。咱今摆吼，咱的 G 哈，桃园捷运哈绿线 G08站哈，啊，今摆都踊跃大家投票哦，讲哦，大家看能不能变成一个。锦湖宫站，哇，太棒了，真的、请大家踊跃的帮我们投一票。对，大家可以上网去投一下，然后只要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大名一户只要一张票就可以了。是，我们希望那一站的话就可以 G 绿线的 G08 站可以变成我们桃园大庙锦湖宫站哦。哇，太棒了，有我们的开张圣王去那里给我们后期所有的众星，哇，相信大家都平安，真的喜乐，好棒哦！是打扫公庙净化心，身体力行种福田。公主是，咱顶礼拜哈，哇，有个是6月9号的时候，那个收获满满哦。是哦，五线18间，出动200多个人。公主，你知道现在几间啊？79间。我那刚才在做件，在做件。公主，咱今嘛嘛给大家报告哈，这个礼拜天我们是台中地区，听讲已经有4台游览车满满，啊，搁变第5台，无迄我唔知影。没有啦，我们可以用那个我们的多余的，我们都是会，我们有2台的一个公务车。是。现在所欠不多哦。对。如果有心要参与的话，请你赶快向我们服务台报名，谢谢。因为上个礼拜是第7波嘛，这个礼拜天是第8波。阿文公主今天讲10全10美哈，咱金门绕境完个2盖哈，我们就会圆满了。是，所以哈，还没有搭上福气列车的，一定要赶快把握，因为今年就是10全10美，10盖就好。不过10盖我看公主，我咧想一定突破100间呢，一定会的，一定会哈。是我们现在最后哈，我们金门回来最后的2次哈，一次到我们的哈。可以说云林呐、云林一次、然后我们台南再一次，这样子刚好是、在最后的2次，在最后2次，所以大家随时注意到我们的官网，我们都会发布啊，不然好，下波消息就出来，看时间上啊，你老公随时赶快关注哈，啊，就随时赶快往服务台报名，313-6488，我们的报名专线哦，过来哈、公主，是，你安尼哦，一礼拜一礼拜过哈，咱过来嘛是爱讲到咱的绕境呢。什么绕境？金门绕境啊、我吓一跳，想说我们9天8夜的绕境是明年的事。公主你都没记得啊！咱众所瞩目哦，即将要隆重登场，你知道吗？隆重，你在家过嘞？啊，就隆，除了隆重，今嘛得比隆重登场的金门哇，现在要登场啦！我直直想讲哦，咱的人哦，725位嘛吼，是啊，搁足侪人在 stand by， 啊，想要去啊，无都去的，是，敢那想着迄个画面哦，得足壮观嘞。是，啊，不过当初我有甲请教一下吼，咱人要去啊，咱的顶头，咱的车辆方面呢？咱的车辆，我听讲咱有一间船公司哦，好像好几家的船公司，哇，今年吼很热心的一个吼战力哦，吼咱龙德公吼啊出门吼，员工吼咱的新尊啊，种种的船顶头吼出门无阻碍啦。好难安尼福气一直来呢，哇！咱这有一个船头家吼，足发心的哦。请问这位船老板尊姓？江，我就知你叫主联盟，我已经传出了，他妈等你哦。听讲是啥呢？郭腾柱先生哦，阿姨所募集的哈，公主，咱先来感谢一下。好，因为吼，这功德主太济，阿嘛是功德主哦，足发心的。舍得啦，是啊，无你讲一台车哦，听讲贵，敢那坐列车哦，都要6万块呢。那不是几啊万块，几啊10万块啦。无人讲一台啦。哦，一台对。我们有无数台哦，对。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郭廷柱大德。
琼姿，我现在来念。好，好，来，金祥户国际船务代理公司，感恩您。还有建昌航运公司，感恩您。还有建广航运公司，感恩您。凯茂通商公司，感恩您。还有环运公司，感恩您。以及宏宇公司，感恩您。还有享利旺全球运筹公司，感恩您。哦，感谢你啦，咱金门遥境的赞助哈，所有的顶头车啊，跟咱的物品的运送，拢总是咱的郭腾柱先生啊，以集合那么多的公司功德主来感恩发心赞助。这些都是非常有福气的功德主哦，感谢你们啊、来成全哈、啊，感谢你们来陪伴成长，感谢你们大舍大得哦。我相信我们的司妈祖啊哈，这关关都在看哈、哦，一定一定的当好友哈、哦，咱所有船公司哈、哦，大家生利兴旺，大赚钱。妈祖心隆德勤哦，这个建言必去哦，金门渡海顺安哦。刚才想到那个画面，顶头咱的车，安尼700多位、欸，我们本来。欸、那我们的一个、欸、叫什么打鼓的、欸欸、花鼓车、欸、对，我们本来花鼓车不能过去呢，因为我们、在于、在行的行载的方面我们有遇到困难，因为你要下面要绑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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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七台嘛，七台小小像压缸一样，七台、啊、然后、哦啊、我们的一个、哦啊、郭腾柱、哦、我们的大德、哦、他说没有关系，这台也让来去啦，哇、哦、很棒耶，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顶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充裕哦，就是说好大组员工几乎都到位，几乎哦，几乎都到位哦，真的太厉害，这场是大场的啦、嗯啊，不过咱金门吼，嘛是到时候吼，咱嘛要出发之前吼，我甲公主过伫节目中内底吼，咱来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嘛，来甲叮你一下。啊，不过你当先吼，咱有报名好的人哦，最近你的身份证吼，啊，收好好势吼。你若到时坐飞机吼，你若无身份证，你是上不了机的呢。是、啊，一定要身份证哦。啊，如果我们的吼、哦、有小朋友的话吼、哦，一定要有户口名簿影印的。是是是哦，啊，影印户口名簿哦，哈，啊，所以说哈，啊，员工给大家稍温馨的叮咛一下哈，我们希望我们报名的所有的三星大德哈，大家都可以跟得上哈，这班福气的列车。一定哈，是。啊，跟住我个劝告你姐哈，因为前几天啊吼，咱的有姜吼来有来咱龙德宫吼来封姜，啊嘛是做起来讲，咱进前去给人打扫公庙一个回谢啦吼。是。我、哦、迄、那个主任吼，伊提一个拐杖安尼行，慢慢来行，慢慢行，足甘心的哦。是。一直讲啊，实在是足见效的啦，那会使互恁龙德宫搞阮摒扫，阮家己摒就好啊。搁恁个遐尼啊，遐济人来搞阮摒。哎、欸，他对于我们龙德宫的义工吼、哦，真的赞赏有加。谢谢啦，无气嫌啦。啊，公主，我建议请教你一个问题，讲个，恁龙德宫的义工哦，你是安那混的呢啦？伊、哦、要甲你请教啦，讲迄个秘诀吼、哦，甲大家分享一下呀。啊，是安那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应该是讲车头啦，行车尾就爱对行啦吼。啊，然后我是觉得这拢是手尾啊工课，什么叫手尾啊工课？拢是伫咧咱家庭事。你来啊，只要会晓摒扫，你自然对咱的团队吼，你更加搁较会晓摒。因为咱厝的吼，较密密麻麻嘛足济，但是咱摒工的无遐复杂吼。只要就是讲吼，你肯做，只要你也肯做，实际上吼。什么都好哈，而且哈啊，你也肯付出啦哈，什么拢做会好，真的真的哈。公主是公主是客气了，她就是那个前面那个火车头啦哈，一头前那讲，啊后边咱就对，啊咱拢吼有分组，啊咱已经打扫公庙边已经19年了哈，所以在时间上，在我们的那个整个的经验上面哦，应该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啦。都跟阿兰都啊在行哦，嘛是嘞平镇庆南宫哦，哎注意揣着因的副主委委员干部来跟咱封叫嘛来跟咱搭下，因副主委讲诶，哎都啊，你卡电话好问嘞。您进前要打电话的时候，想奇怪，哪有在给人摒扫过吗？没要给人摒呢。是。他说我们自己就摒了，摒得很清洁的。结果他说，他看出我们的内容了。是。最后他答应了，然后他说，诶，
哦，恁的饼卡是足功夫，那阮姜的饼是倒顶七七的啦。哦，嘿，啊，刚才有来这样讲吼，啊，其实我是吼、哦，我是觉得啦吼、哦，我们带头来做，我们也希望说吼、哦，啊，我们里面如果有志工吼，我们这几届能改顺，接下来就是换你们做吼、哦。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各个角落，阮阿爸较早细汉的孙吼，阮细汉啦，阿爸拢甲阮讲，洗面爱洗鱼啊边，扫涂骹爱扫壁啊边吼，啊，这个是阿爸从小的时候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育哈，啊，咱龙德宫来讲哈，啊，其实我们就像兄弟姐妹哈，啊，咱去甲圣庙兄弟姐妹摒扫宫庙哈，这是吼最正常的代志了哈。那我们不要分你我他，宫庙来讲哈，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神明都这么好了，那我们自己来分说啊，那是你的，我的，那讲真叫要按哪讲，你的甲我的，哦，咱提衫去包嘛包未完，哈，所以说神明是大家的哈，你们来到龙德宫，我们也希望你们把龙德宫当成是一家人，那我们去你那边也是一样。那我们为神明服务是心甘情愿的哈，不需要什么回报了哈。啊，我是觉得太过于哈啊拘束，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自在。那我希望大家哈拢啊和来和去就好了哈，和来和去啊，咱也卖想法多哈，因为哈人生在世嘛哈啊，我们希望龙德人都可以做到被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哈。啊，咱今仔日老法度人讲啊，咱身体力行，好，咱会当吼有一点啊价值，会当讲啊，咱来为所谓众生性来做一份好劳，啊，未来为众生来做一个服务，啊，我都觉得心甘如饴吼，因为这是咱龙德宫，我们开工到现在吼，我们四妈祖要我们吼啊去做的一个法义啦，那我们希望我们也要成全四妈祖的对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四妈祖看到我们在做，他也非常高兴快乐哈，因为你吼四妈祖。就像我们的妈妈，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做今天的时候，大家都尽一份心力去跟他的兄弟姐妹做一些四妈祖爱给我们做的工作，我都觉得说这是哇，这个是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四妈祖慈悲救世嘛，我们的所有的宫庙来说都是我们的四妈祖最亲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去的时候你们不会，我们去不知道要怎么报答，要怎么，我是觉得这个都不用哈，你看啊，我们做了19年，我们刚去到德基金宫，站在等您来给我们回报，啊，等您来给我们报答，没有，完全没有哈，啊，请你不要多心啊，也不要在意哈，因为我感觉讲哈，我们只求哈做到哈。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啦吼！啊，阮欢喜心，啊，甘愿做。毋盲讲吼，咱众生性对所有诶吼，咱会当讲到恁宫庙摒扫诶，遮善男信女吼，啊，遮会用讲阮诶义工团队来讲，甲阮加持者咧，互伊有求必应，安尼就好啊！我是觉得这样子是最棒的吼，法义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对。谢谢啦，啊，咱龙德人吼，就是听话照做吼，啊嘛是就是对着宫主吼，已经第19年的打扫宫庙，对我们来讲的话吼，我们打扫是真的很有经验，是，啊，对有功有庙也感谢你们有给我们跟神圣结缘的机会，对，啊，还龙德人好不接吼，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挂意啦，阿妈不用客气吼，啊，不用对我们什么回报都不用，因为我觉得我们去给你做啊，我们都已经都没有了，都放下了，也没有去想说哦，我刚才。去讲，哎，我刚才有去你金宫拼过安尼吼，那阿妈不是为你做的，我们是为我们神明做的吼，所以说为王公，嗯，啊，你来搞我们拼扫，我们按哪报答你，方报答未完啦。像我们 有的工都150几个去，你要按哪报到给大家，没有办法，啊，也不用，千真万确就是不用，啊，我们大家都用欢喜心，心给他家人，心因讲因兄弟姊妹拢做好，啊，咱呢，你那边的委员，阮这边的委员，你那边的义工，阮这边的义工，吼，啊，咱做甲和乐融融，啊，我们都是吼，两家公一家亲啦，吼，咱拢大家拢做亲呢，因为咱若无亲，阮哪有可能讲去你遐做义工，吼，对不对？对，这个是善缘的一个开始。弄不分呐，哈，对，啊，不分你，不分彼此，也不分你我，啊，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哎，咱妈做嘛勉励啊，讲吼，快乐就是简单，简单就是快乐。是，啊，咱龙德人的行就简简单单，就是跟着妈祖的法义，啊，咱公主的带领，我们往前走。是，所以一路上，公公啊做，公公啊做，真的，公公啊做吼，那我们的主有讲呢，公公啊做会做神，日后会做神，嘿嘿，哦，这公神公神，公会做神啦，公会做神啦，对，啊啦。如果是说干巧干巧，哇，
敢卡吼，奸诈的人吼，以后往生会做鬼。好、嗯，啊，咱若戆做戆做，就是戆戆啊做，吼、哦，戆，你无看，感觉，哎呦，迄个人做调调的，做到有够好诶，啊，拢点点啊做，戆戆啊做，戆神。啊，对我讲出讲是干鬼吼，干鬼对对对。啊，你干干咱会做鬼吼，对，干巧干巧，干巧、嗯，我们都要吼啊、很正气啊，正知正面的把自己本身做到完善。嗯，对，真的谢谢公主哈，因为一路上真的就是跟真照的公主这样讲，都很多咱妈祖连讲，咱公主足坚持嘛，足勇敢，对就对啊啦哈。谢谢大家哈，无气嫌。公主，咱最后哈，甲大家预告哦哈，好，在6月22号哈，礼拜六，为早是9点到下午5点，公主要做啥你知无？捐血活动。哦，捐血呢，救人一代呢，公主过来客气些。你知道捐血哈，它是有限制的呢，有注意事项哦。是哦，几回到几回你知道？不知道。他吼，我也有做功课，我想看一下。他吼，咱的年龄吼，从17岁到65岁以来，带赛。17岁以上，65岁以下。哇！还有肌肉数的限定哦。是。你知唔知吼？你想咱这体格会使？你呐，查甫的吼，那规定一定要50公斤以上。查某哎，45公斤以上带才管。女重对、哦，女重，女重跟男重，嗯，哇，因为40公斤以下会惊昏倒。啊，过来吼、哦，嘛，甲大家报告吼、哦，咱若注过新冠疫苗，你若不舒服啦吼、哦，啊，是有鼻干呐、吸干吼，那个带原者都不可以啦吼、哦嗯。啊，上主要就是讲，咱那个礼拜咱没有吃到，没有吃那个什么服用药物啦吼、哦。啊，过来咱吼、哦、连续啊无注射啦。哦，这个都是在他的那个规定里面哦。范围里面。阿哥来哦，公主，是你刚来时哦，你嘛袂当熬夜呢，讲爱睡眠爱超过足够6小时。哇，那请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们啊，如果你下个礼拜就是6月22号星期六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5点，如果啊、我们有善心善愿的您呐、啊，好、哦，请你记得我们公关长刚才所。员工给咱吼啊，温馨提醒，关心提温馨的提醒，然后让我们一来卷起袖子来。就抽，卖抽偌济，抽5-8就好。捐血一代吼，救人一命啊！是。啊，可上重要咪讲，头前前一个晚上不可以喝酒哦。不可以喝酒。啊，个个去去咱去门同款店里吼，爱带身份证。哇。你若无身份证来吼，都无法度。是。嘿，所以你要身份证到。公主，你个仔咱刚除了有捐血吼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之外吼，咱马歌舞跳蚤市场公益圆游会呢？是。吼。那我们还有义检，还有义诊，有哇！哎，义检跟义诊，我这消息，我消息未哦，我阁无接到这个通知呢、哦。哇，你看，所以吼、哦、爱心不落人吼，咱除了捐血，啊，然后可以参加我们的义检跟义诊，然后又可以那个跳蚤市场吼，咱原友会来买东西，啊，来所得的那个奖项钱项我们全部都捐给公益团体。是，请问、啊、那一天还有办善事吗？当然，所以你看哈、哦，来到、那个、做好事绝对不落人。6月22号礼拜六早上9点开始，我们就开始捐血，啊，就有圆游会了。是，那下午1点半，咱妈做的板线书啊，所以哈、哦，咱礼拜六走一趟龙德宫哈、哦，真的大家会你的运势会大不同，真的哈、哦，因为捐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跟大家报告、哦，我们有一个余医师余。朱琴医师、哦嗯可以说在前几天来讲哦，一下住院回来，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在讲电话的时候、哦、然后他跟我讲说一大病一大十天，哇，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他抵抗力下降。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七公八公公的，我们下个礼拜刚好我们要捐血活动。哎呦，啊公主，啊当时我哪拢唔知啊，我伊要过来、哦做一个义诊，对啊，义诊吼，说真的，伊的这个吼，因的店吼，员工吼，伊拢讲赞美啊，赞美足准哦吼，啊，伊药啊拢足好吼，像我妈妈吼，本来头都会晕哦吼，就干那吼天旋地转哦，结果我妈妈去吃她的中药啊吼，我母啊拢甲我讲，我即摆去一间吼，去
迄间吼，迄一个女将的医师足牛呢。好，我以前拢常常拢爱去看头壳疼啦吼，啊看头晕啦，伊即摆人我拢袂晕啊，我母啊笑嗨嗨，这就是幸福的开始啦吼。所以讲吼，我们的余医师真的很热心吼，员工站立啦，对咱龙德宫非常的一个疼爱有加吼。伊听着讲，咱要我们要我们捐血活动，他吼马不停蹄的讲啊，紧嘞。出年了第一件代志，第一天就开始跟我讲，哎、欸，阿、啊、咱什么时阵，什么时阵哦？我请总干事跟我们的余医师联络哈。所以说，感谢我们的余朱琴医师哈，钟医师啊哈，一当安尼真的等你趟天哈，拢会当给咱眷顾我们桃园龙德宫哈。这一次他要跟我们去绕境，哇！你看哈、哦，都是很有善心的。你看，对，又是一个名医，然后他又愿意付出，然后做那么多的善事，真的好了不起，好棒哦！是，也是，谢谢，也是哈、哦，真的我们龙德人哈、哦、啊，还有我们的香客大德，大家都很有福气啦。是，谢谢我们的余医师哈、哦、啊，您的一个哈、哦、身体安尼十天安大顿来。第一天第二天开始一直关心我们这次、哦、要来 做这个、哦、捐血活动的一个、哦、里面、哦、它也是里面部分的一部分、啊啊、所以说、哦、感谢余医师。所以在6月22号礼拜六、哦、我们记得到桃园龙德宫的庙城，我们爱心启动，大家、哦、欢迎一起来、哦、捐血，然后一起来做善事，然后我们有义诊有义检，然后那天最重要的妈祖还有办圣事、哦、是、哦、真的哇真的想想的话，真的我们活动很丰富。是啊，讲一讲的话，公主是，我们差不多时间，我们要分享一下公主的话哟。好啊、一个助缘，一个善念，都会成就我们的善缘，你就是会拥有贵人。所以助缘跟善念很重要。对，就像刚才我们说捐血活动啊，我们的余医师啊，虽然他住院了 十天，但是他回来啊、哦、他还不忘了说哦，他来可以做解核书，这个我们都真的都需要向我们的余医师来看齐、哦、余医师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哦啊、所以说一个助缘一个善念、哦、都会成就我们的善缘、哦、你就会拥有贵人，真的好棒哦！行善公会，喜事常临啊！是啊，讲到这边的话，我们公主来继续帮我们抽个奖。好，58号，58。雀婉云大德，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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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记得跟我们小编联络哦。谢谢。今天的时间呢，应该也差不多了。你看，公主又还是马不停蹄的要办盛事去了。哇！所以继续加油。温公主拢讲，十张证照不如骨力照，已经嘛，佮开始要骨力照去帮咱的妈祖，佮要继续办盛事啊。是。所以哈、哦，真的，我们除了再次感恩，再次谢谢，让我这么棒的公主。谢谢您。所以吼、哦，咱大家持续关注啊，咱呵呵啊，伫福报的秘密来对吼，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主，持续关注我们龙德宫在做好事的一个动向哦。十张证照对袂得骨力照哦，嗯，可以。我们下个礼拜见哦，谢谢大家加油，一起加油。